大家好，我是 Charlene。 Hi， 我是 Tiffany。 今天带大家来到尖沙咀对温二十楼的这间餐厅，这个首间以电子世界做主题的餐厅来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别名，就是为水晶餐厅。这里的餐具呢全部都是以水晶做主题的，所以就叫做水晶餐厅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试一下先。 Let's go。 首先一出lift呢，我们就会经过这个时光隧道，挺靓，挺 cyber feel。 跟住入面就是有一个星际主题的打卡位。咁做完安心出行同埋针卡登记之后，職員就带我哋入咗啦。職員仲安排咗窗边位俾我哋。呢度装修华丽，仲有落地大玻璃，感觉就去咗一间水晶屋咁。咁我哋系假期去嘅关系，所以我哋拣咗 VM Bath Set。点餐之后，職員就会俾一个头盘嚟，系一盘面包嚟嘅，入面有发包同埋牛角包，仲有佢哋呢度秘制嘅绿色牛油。呢度嘅牛油就以大蒜蓉啦、意大利花西、海盐、碎胡椒，再加入 100% 法国制嘅牛油而制成嘅，系咪好想食呢？你食咗个牛油未啊？未。佢啲牛油好正。跟住呢款包又硬又冇味。前菜就有田园沙律配上苹果、红菜头和香橙草汁，这个沙律酸酸咪咪，真的很开胃。主菜来到了，就是烤鹌格斯西拉牛扒配金笋蓉、杂菜、紫薯，配上马丁里甜酒汁。试一下牛先，我们叫这个是七成五味点酱，是有个金笋蓉酱，但是我试了原味刚刚搞了金位，努力了整分钟之后终于咬完。那个金笋蓉很 creamy 啦，但是它的味太出，所以抢了个牛的味，所以变成个牛呢就淡味那些，还有那根那个筋都是一般。海胆墨鱼汁意粉配这个大子海胆，我现在首先试一下个海胆新不新鲜。一几鲜甜，唔算新鲜嗰只，但系都还可以。跟住就试佢个墨鱼汁意粉，系有墨鱼汁味嘅，呢个好好味，好味。大子，呢个系大子原有嘅鲜味，好鲜，好味啊呢个。所以这个呢就是出色过牛肉。对着270度维港海景吃东西真是一流。跟住就是甜品时间了。现在试过生态丸，小鲜瓜已经切了，现在试一下。朱古力味好浓啦，但系唔会话好流嗰只，我中意啊呢只。再试埋佢个雪糕玩，干热你想冻，个配搭几得意，总括嚟讲系唔错。而家试其他啲，系从来未食过嘅。好重咖啡酒味，好濃郁，但佢餅底做得幾出色嘅，都唔錯。果然係好味，但上面加咗啲可可粉咧。廚內嘅生日禮物，竟然，多謝，已經飲生日禮物。多謝。如何啊？好香濃，我覺得佢好食過我平時喺出面食嘅 tiramisu。我覺得係應該要做到呢個程度先係好食。哦，真係好
我會喜歡吃這個多過心太軟，因為心太軟和我平時出去吃那些差不多，但是心太軟那個雪糕就很好吃。吃飽飽之後，這裡外面還有個露台可以打卡看看風景咁噶。咁我哋話咁快咧，就喺呢間餐廳食完嘢出嚟啦。咁你覺得好唔好食呢？大致上都不錯嘅。我覺得最出色係嗰個墨魚汁意粉。係，我都好中意食嗰個。嗰個帶子係好新鮮嘅，超級新鮮。海膽就覺得還好，但係個西冷牛就可以唔使試咯。係啦，係。同埋個甜品都好出色，真係唔錯。呢度。主打是歐陸的菜式啦，同埋再用呢個270度的維港景色，對住呢個靚景食嘢真係一流，真係唔錯，大家可以嚟試一下。咁今日條片就到呢度啦，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就記得俾 like 我啦，同埋記得訂咗我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